六点哦，早晨三点。哈？非不是没有的意思吧？哦，是哦。哦，是手上不能没有攻击卡哦。好，我懂了，感谢你。我下次会知道怎么玩。如果我还有下次的话。这世界。如果有如果，如果有天，哎，白痴哦，用格挡干嘛？对对，我刚好像就是手上有盾牌才不能用。啊啊，有一张哎，给予虚弱获得11点格挡。哦，这个也太屌了吧！造成15点伤害，在下回合多抽2张牌。所有敌人失去6力量。欸，而且我上面水还是真的忘记喝了欸，刚刚。你干嘛？你这么多 buff， 所以这个是女的吗？感觉很像呢。什么意思啊？每当你受到伤害，这张牌的效能耗能就增加一，所以我受伤之后，如果回到我的牌堆，这就变成一，是不是？这好像很强，但是又好像很烂哎。好，之后慢慢研究。当你哦，也太好吃了吧！当你走过长廊，你看见空中漂浮着一根香蕉、一个甜甜圈和一个盒子布。仔细一看，它们都变成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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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悔恨到底是什么？在你的回合结束时失去相当于手牌数量的士兵，所以是要打光光哦！我的天哪、啊！
真是甜甜圈了啊！离开，又一次事件。啊，怎么又是你？再说，哇，没想到，真的很耐玩哎！哇，完全没顾聊天室在玩这个了。Hello。真的也加一了哎、欸，造成伤害十点，造成十点伤害，若本回合丢弃。哦，你知道好可爱哦。开门，捕梦网，每次休息可以增加一张手牌。好哦。哇，那个是两家。然后。这灵异到底回到我手牌要干嘛啦？你们完蛋喽！哇呗，十六点。不能打攻击牌，要修哦，要三点了嘞。
哇！完蛋！丢错，哇！死去！哇，那个不是很好用了哎、欸。好，人总要后悔才知道。买了都没在喝。投资20点伤害哦，这是干嘛的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所说的是。哦，给我一，蛤，什么意思？要怎么无法打出？吼吼，匕首鱼。敏捷能干嘛？隔挡值，让好，我们去远一点的营地。哦，这一定要回血了啦！糟糕，你梦见了什么？哇，
哇，九点了哎！啊，这又是什么？这是意图不明，但不是攻击。好。你要干什么？Are you kidding me？ 我是要死了。格挡，造成十点伤害。36 31滴血。这巴掌好痛哦。6点。终结技。哇，好快哦。我在乱玩呢，天哪，我在干嘛？六，终极哦，有用了。然后下一回合，六。哇，我不太会玩这只吗？天哪，再抽一张，给予打击。完了，我觉得刺客比较好玩、欸，不是刺客啊，刚刚那一只，我比较会玩刚那一只哎、欸。获得格挡，丢一张。是结束。这好。贵哦，真的要死了哎！啊，我刚刚怎么赢的啊？天啊，我刚刚怎么赢的啊？这个是什么？每场战斗开始产生一个闪电超能球。哎、欸，我好像比较常看到有人玩这个哎、欸。对啊，这只不会回血，这只才会回血。那、啊、这只是多一个那个吧？我看看，我比较常看到这个啊，又来啦。对不起，我搞错了啊！这就是什么？在你的回合结束时，面对随机名单点伤害，对一名随机点造成8点伤害，怎么用？不会用。格挡。哦，还没有。那张卡很强，哪张卡、啊？
哇，好爽哦，是这样子哦。对啊，拜托，你们还不懂我吗？我看到一大堆字，我当然只挑重点看啊。刚刚有那两点能力达成是12点伤害啊？哪一个？你们在说什么？是刚刚那一场吗？经过一尊请留步，你回了头啊，看这个就好了。你失去8点生命，我的